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新的主题啊，有一点大声啊。是啊 ，test test test。今天的主题是新的主题了，其实要换一个大主题了。不过要换之前呢，就先插播这个主题，国际美德，插播进来也是分几集呀、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边工作边听经，边照顾自己的心。尤其是这七天呐、我们有约，记得吗？一起整天呐、行住坐卧都意念祖师，要观想祖师金像也可以，观想祖师的法像啊、照片也行，都可以。按放在各位的舒服点上，各位会发现自己的修行进步很快的。晚上回来见面，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各位的修行会进步，一定进步。各位，假如有做功课的话，我们先听一点佛法，再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哦。国际美德，第一集，慢慢谈，不要太快。祖师所教导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谈第7泰语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是体内中心的意思。它来自巴利文ฐานะ，意思是处。第7是第7，总意思是，还有一点大声，体内，总意思是体内第7中心处。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我们生死睡醒的地方。有点大声，不断的在调啊。生死睡醒的地方，另外最重要是向往涅槃的地方，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假如希望自己成功和快乐，各位要常常意念体内第7中心处。因为这里是各位生生世世所累积的功德都藏在这儿。当意念了它，功德就会涌现上来，净化各位的身口意，同时会带来很多善人善事。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帕门坤提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就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所以请各位一起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祖师，感恩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洒脱。拜师拜师。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
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地气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想要学的话，就要天天练习平衡、正念跟舒服维持下去。佛法、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就是入境随俗。不过里面的三层呢，理论、实践跟验证总不会变，这是佛教的整体。我们要分清楚哪一块是仪式跟文化，哪一块是理论、实践跟验证，然后把重点摆在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法身，验证佛法。各位的时间不多，不要把重点摆在文化，摆在仪式上啊。因为时间有限，在健康的时刻赶快修行，证得法身。今天开始这个主题啊，因为有这位观众问了很久很久，龙屁就等着机会回答。师父您好啊，您好。修行方法的大主题，不知是否会增加开示五房间与 UG5 国际五美德的内容。之前在 YouTube 上找到副住持师命大师父多年前曾经开示过的五房间，可是都没有翻译，华人无缘听到这位大师父的精彩开示，觉得相当可惜，自己也听不懂泰语，感谢师父每日开示。可以补充解释。不过大家注意听哦，因为不少人也听过 UG5 国际五美德跟五房间的内容，就像这位观众也认为五房间跟或者 UG5 是修行方法。我们来看这里哦。首先要解释啊， UG5 是什么因为新的观众还没听过 UG5 来自英文 Universal， G 就是 Goodness， 五种，所以中文就翻译为国际五美德，五种国际美德等等等等。国际五美德呢 UG5 就包含了第一干净，干净，第二整齐，先打扫，然后就抹地等等等等啊，举例，然后再整理东西，整理完呢，整齐了，再来又礼貌啊，礼貌也包含了动作，跟语言，跟穿着，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穿着又礼貌。第四呢是守时。守时啊，守时不要迟到第五呢有专注力，有专注力，心要相当透亮啊，就是善良才能善良，因为心相当透亮跟善良呢，所以这里不是普通的放大镜了，是用心来放大来看，看你的。虽然还没学习静坐，不过这是基本的心地善良啊，心越善良，他的心本来就不浑浊，不那么浑浊，不那么黑暗了。
就是做什么任何事就会专注一点，比较专注，干净整齐，礼貌守时，有专注力与善良。这样解释比较清楚一点，就是 UGFI 或者国际美德。不过刚才这位观众就认为 UGFI 跟国际美德是修行方法，是这样吗？来看这里，法身是创办人占公诺永老奶奶，是 UGFI Universal Goodness 或国际无美德的典范。因为龙婆塔塔舍命舍父是观察占老奶奶的德行啊，然后就写出来这五种国际无美德，把它写下来，奶奶的基本的道德啊就是这样。不过占老奶奶啊，法身是创办人占老奶奶从小就具备 UGFI 国际无美德，但还需要到曼谷寻找导师学习修行方法，为了寻找往生的父亲，才到曼谷来，从那块柴西那块不同府那块柴西县到曼谷，在护持北兰寺的一位施主的家工作。因为听说这位施主呢是北兰寺的大护法居士，就希望他跟他熟悉之后他能介绍去北兰寺。然后在这位施主的家认识了通俗师父，也是八戒女，到这位施主的家来教导静坐。占老奶奶因为从小就具备 UGFI 吧，来跟通俗师父静坐，一年后就能证得法身。所以UGFI Universal Goodness 或国际无美德不是修行方法，而是培养好性格的方法。懂吗？因为奶奶从小就有这个爱干净，很干净哦，打扫得很干净，打理家很干净，整理得很整齐，奶奶很礼貌，奶奶从小就守时，时间到就去稻田工作，时间到就回家，等等等等，也是心地善良。奶奶从小就有这个道德，不过还需要到曼谷学静坐。所以 UGFI 不是修行方法，是培养好性格的方法。哦，时间到了，讲太慢了，白虎法师先跟全球大众静坐先了。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眨，舒舒服服地
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静、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地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续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
轻松舒服的回忆是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的默念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是真是善的意思，阿拉行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行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亨，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的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生奇的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
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静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的产生，默念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萨玛阿拉亨。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的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的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
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颂，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ขั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อสาธุอินเวจันเล้าไหนนายชงเสี่ยวจู้จี้ไปยูจีไฟหัวเจอกัวจี้อูไม่เตอตั้นหายชี้ยาวเต้ามั่นกูชื่นเจ้าเต่าซื้อชื่อสีชิวสิงฟังฝ่าสุยยูจีไฟหัวกัวจี้อูไม่เตอ不是修行方法而是培养好性格的方法那UG5
或国际五美德与五戒的关系呢？有关系是怎样呢？UG5 第五项是有专注力与善良啊，这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那五项当中呢，每一项都必须培养，必须培养。尤其是第五项有专注力与善良的心，当你的心善良，相当透亮，没那么混浊，你就有基本的道德，基本的正见呐、就会懂得分辨，好坏善恶等等，就是有专注力，跟善良的心。然后第一项呢，干净啊，当你把周围的房间打理干净啊，就可以避免杀生，减少杀生。例如说呢，当房间不干净，吃饱了不洗碗，蚂蚁来，你拿碗碟去洗，就等于杀害了蚂蚁，对吗？所以不干净总会造成啊，造成比较容易造成杀害，犯杀生戒。所以才讲说呢，干净可以帮助人呢、少杀生，避免杀生。第二呢，整齐呀、当你的心相当透亮，相当善良啊，基本上的道德有，你爱整理东西，就比较容易找到，比较不会容易弄丢。假如经常弄丢，有可能啊会随意拿取别人的东西来用，对吗？像龙屁在寺院里面，小朋友经常有犯错这个行为，因为摆拖鞋不整齐，要上法堂来听课啊，他随便摆，来了50、100个小朋友乱摆了，听完佛法后回去找自己的鞋子找不到，就随便穿同学的鞋子回家了，同学就找不到，就乱一团了，几百个小朋友，所以不整齐比较容易会犯偷盗戒，这么来。再来第三，礼貌啊，礼貌，行动方面啊，你的动作方面礼貌，就不会随便给人家搭个桥，搭个桥懂吗？就是，我应该他是，看起来我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就先瞟一眼看他一下，或者是开跟他讲一点话，搭个桥，他就过来了，就产生感情啊，就容易冒犯，邪淫戒。或者是说穿着不整齐，不管是男的是女哦，穿着不整齐，对方看到了就产生性，比较容易产生那种性欲欲望发作，欲望会发作，所以穿着不整齐也好，语言方面、行动方面。没那么礼貌，就容易犯邪淫戒，有可能啊会犯邪淫戒，几率比较高。再来，守时这方面呢，不守时的人呢，迟到了，别人问说你为什么迟到，就说谎说哦下雨，塞车，就说谎，
就容易说谎。所以从小培养这个守时的性格啊，就不容易说谎。第五呢，人呐、啊，当心性当透亮，你就能分辨哪个是好坏善恶。另外，心地善良啊，你就比较容易排除心中的烦闷，不用靠酒，不用靠烟，不用靠毒品啊来消愁。来消除你心中的烦闷，因为你懂，心比较平静啊，比较快乐。所以，就是简单的解释哦，时间的关系。因此 ，UG5 或国际五美德属于培养持守五戒的方法。各位大德，干净整齐。礼貌守时，有专注力与心地善良，所以，这五项的基本道德啊，美德比较好啊，比较好，就五戒就比较清净，持五戒。清净的几率比较高，不过假如问说，那有些国家非常干净，非常整齐，不过还是有人喝酒，还是有人犯邪淫戒啊，那个国家也是守时哦，不过犯邪淫戒跟喝酒、抽烟等等，是因为。没有包含，干净的时候没有包含心地善良，有专注力，心透亮，比较透亮一点，就分不清善恶好坏。来看这里，就，所以自从第五条戒过来呀、每一第一条戒、第二条、第三、第四条都必须包含。第五条，第五项的，美德，国际美德，心透亮了，比较不容易犯戒，就这么重要，所以国际五美德啊，属于培养，持守五戒的方法。那刚才。观众也提到五房间呢、可能新的同学不了解五房间是什么。五房间是操练国际五美德的地方。在家里，师命师父就简单的把家里的房间分五个地方，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呢会关联到这五个地方，大类的分法，当你能把国际五美德呢去套用在每一个地方就可以培养出国际五美德，你的五戒就会清净。洗手间要干净整齐，要在里面礼貌守时，跟有专注力。专注力跟心地善良、心清净打扮的房间，装扮室扮装室，打扮的地方要穿着整齐厨房或者餐厅自己吃饭的地方，办公室还有卧房，当这五个地方你使用了国际五美德，你的五戒就会清净，就这么简单。今晚先这样解释哦，明天再补充。佛教问答：国际美德是什么？
有一位居士问法圣师父：世上有所谓国际美德或世界道德吗？如果有，是什么？法圣师父回答这位居士说：简单的国际美德或世界道德如下。第一，不杀生，众生皆爱护生命，所以不可杀人或者动物。此外，也要懂得放生，以及帮助其他人或其他动物延长他们的寿命。第二，不偷盗，或通过各种不恰当的方法来获取主人没有给予的东西。第三，不邪淫，不跟他人的子女、妻子、丈夫，或是照顾身旁长辈的人等有性关系，也或是不搞婚外情，就是不邪淫呐。第四，不说谎，包括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等，或说出能令人吵起架来的话。第五，不喝酒、不抽烟或吸毒等会伤害身心的东西。这五个事项是简单的国际美德，即便是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人人也能做到的。不论信仰或是佛教，不论信仰的是佛教、基督教、回教、婆罗门、印度教、锡克教等，甚至是无宗教信仰的，或是任何人，也都可以尝试一下。能做到的，必将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所以各位大德，今晚我们也知道了，国际美德就是五戒啊，培养各位的五戒清净。所以想要修行静坐的好，基本戒清净，各位静坐就比较容易静定下来。每天要持守五戒，尤其是佛日要持守八戒。今晚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诵转法轮经的功德，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一起静坐抗议的功德。祝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圆滚滚，修行进步，正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天见。
佛教问答：国际美德是什么？有一位居士问法圣师父说：“师父，世上有所谓国际美德或世界道德吗？如果有，是什么呢？”法圣师父回答他说：“简单的国际美德或世界道德如下：第一，不杀生，众生皆爱护生命，所以不可杀人或者动物。此外，也要懂得放生，以及帮助其他人或其他动物延长他们的寿命。第二，不偷盗或通过各种不恰当的方法来获取主人没有给予的东西。第三，不邪淫，不跟他人的子女、妻子、丈夫，或是还有身旁长辈照顾的人等有性关系，也或是不搞婚外情。第四，不说谎，包括妄语、两舌、恶口、绮语等，或说出能令人吵起架来的话。第五，不喝酒、不抽烟或吸毒等会伤害身心的东西。这五个事项是简单的国际美德，即便是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人人也能做到的。不论信仰的是佛教、基督教、回教、婆罗门、印度教、锡克教等，甚至是无宗教信仰的，或是任何人，也都可尝试一下。能做到的必将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也促进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所以各位大德，国际美德就是五戒，我们要持守五戒。平日哦，持守五戒。如果佛日能持守八戒，那就更好。当各位的身口意清净来打坐，就比较容易证得法身。今晚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诵转法轮经的功德，一起听闻佛法的功德，一起静坐抗议的功德。祝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圆滚滚，修行进步，证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天见。Thank you.